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。意见指出，加大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、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移动端建设推广力度，积极扶持各类正能量账号和应用，加强新闻媒体移动端建设，构建导向正确、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，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、网络出版服务等领域开展特殊管理股试点，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移动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，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的新型媒体集团。